Ya.啊，对啊，哦，足够足够，成功啊！行行行，呀呀呀，呀呀，不要紧，我不要紧。两队全咧拢满哭，我上惊查某人哭啊！蔡哥啊，你讲这句话真无人情味哦。你无甲想看卖哦。这边也是十多年无见面啦。那边是拄仔遐妈叫歹人，安尼叫。哎呦，这么伟大的代志，你叫人卖哭，你讲哪对啊？啊，你这个代志处理啊，就太过分啦，我无啥满意啊。即摆你别讲。你做恁哭啊！有代志我负责，那哭无够，我斗，甲你跟你斗哭。好啦，即摆拢无代志吼，卖哭啊，卖哭啊啦！对，即摆已经讲是天下太平，普天同庆，一元复始，二元更新，哈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虎下山。太爽啦！不是五虎下山啦，是五虎入门啦。讲歹讲啊。说真啦，我才来讲过啊。天公伯爷吼，保庇你甲囡仔尔团圆。即摆对哦，哎，即摆你人相信，爱笑。啊，娘，我卖讲啦，什么天公伯爷保庇，我是西公保庇啦。啊，对。你这句讲得很对。哎呀，对对啊。你怪对啦。哎，对啦，这是天大地大的喜事啦，吼，卖哭啦。嗯，啥管接落来了？嘿嘿嘿，阿弟无，你有够会做哦。哦，哎，秀贤啊，你看这个办事哦，哎，咱是不是应该啊，冲两杯啊酒，去谈上一下啊？庆祝一下。哎，猴子大雪包，麦子卖雪花。酒饮好八卦来，酱酒你呀，酒啊，你就嗨。听他们帮我，来，坐下，坐下哈，坐下。哦呦，哦，哇，就胖哎，哎，老妹，刚是少老尊家过来找麻烦呐！哎，老婆，哎，刘王幸福，久违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天龙啊！哎，你刚是真实的是天龙尊家？本座受地藏菩萨引导，以成正果，化作金身尊者，如今面列仙境了。真实的哦。恭喜哦！是啦，伯喏，天龙啊，敢讲你专工走来这，甲阮讲这件喜事啊？不是，阮做是为多谢大师来。为着修缘。修缘，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为了阿基失去佛珠，来引起宝轮宫迷心大法的事件，因此耽误了多谢大师修业功德的期限。阮做对这件代志。始终敬敬于怀。哦，你是讲修缘伊的功德特别圆满啊？是。是。无唔对，南是三路尊者处处作妖。罗汉也早就应该回转天庭。如今时限将近接近，罗汉也若是未当即时圆满功德，恐惊会受天庭的责罚。啊！那安尼，是安怎才好啦？你安怎才好？哎呀！阮做对罗汉爷失落不足的代志，深感亏欠，所以请示菩萨了，奉菩萨的恩准，来协助罗汉爷完成毕生之业最后的一关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你即摆来找阮的意思是，
本座是爱恁带罗汉爷回灵温寺，由晚空中路重新为罗汉爷打开天庭。安尼哦，嘿，足简单的啦！哎呀，我唔对，天若是光了后，恁必须要赶紧带罗汉爷去灵温寺，也那无就袂赴咯。这件代志哦，你这里放心啦，你这里安啦，安啦安啦。罗汉爷伊个功德也是圆满哦，啊嘛是算我的代志已经完成啊。对啊。也唔过，这是天机，千万免你和罗汉爷知影。也那无，就真功尽弃咯。啊！真为难了。天龙啊！天龙！天龙啊！天龙！天龙啊！天龙啊！天龙！哎，那也无看到天龙，敢讲我是啉烧酒醉，伫咧眠梦着。老伙啊！老伙啊！安怎啦？哎呀！老母呀，较细腻，较细腻啊！好啊，你遐多啊，到这你紧匆匆忙忙要创啥啦？老爷，我面貌就是一个怪梦呢。怪梦？嘿啊！哎呦，那也拄好啦，我嘛面一个怪梦了。老爷，我面貌就天龙了。啊！对，伊阁叫咱两个就爱送这寿元转来去灵温寺，对无？是啊是啊，老爷，我看天龙哦，规身骨拢发光呢，即马做仙了。哎呀，对，咱两个的梦拢同款啊！哎呦，哎，老伙，哎，还是真的了吼。嗯，不是你的面盲哦。哎，老伙啊，打，这不是你的滚装照了。哎，那是时间未赴哦。哎，修缘哦，够有麻烦啊呢。这天要咩？老伙，天已经特别光啊，你赶紧给接着起来。嗯，好，对。哎，修缘啊，修缘啊，好起来，修缘啊。哎呦，无罪啊。啊，我知，哥，真行啊，咱来赶路啦，吼。起来，莫搁困啦，莫搁困啦。安怎？要创啥货？恁呐？啊！卖问遐多啦，咱紧来赶路啦。嗯。哦。哎呦，赶路是要去倒啊？哎！啊！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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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哎，安怎下要倒？免问遐尼济啦，咱紧来去赶路，较要紧，紧来去啦。嗯，哎，对哦，赶紧，来啦，行。哎呦，紧来，紧来，行啦，来去，紧来去啦，行啦，行啦，他是要等啥货啦？什么代志啦？我唔知是讲恁在想啥货呢？恁哈？啊，要走，要离开，恁就我先将代志办了好势，啊，要走起来走。无，你是要去办什么代志哈？是啊，哎呦，那婚姻大事啊。啊！三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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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麦是想开啊，想要找我呀？好不好？规矩我来分销，自早甲处理者。我咧讲，恁拢住喺这个所在等我，啊？我唔知影，我要安怎甲你讲？怎好？小姐，不管你讲什么话，我拢袂怪你。我只是要知影讲，我第一摆看到你，啊，今仔吼，我对你的真情拢无改变过。我知影你对我的感情，我一定足甘心滴嘞。啊，不过我。我安尼对待你，不是伤过委屈你，你应该知影。我把我全部的感情，拢给收的呢。小金啊，这不是你的不对啊，这是迄三路尊者伊所设下的毒计啊。我知道，当初我面对，不是真正的收的。啊，不过不管伊是真的还是假，我拢把全部的感情。拢给伊啊，小姐，啊，你有想过无？你出来感情对大叔吼，会造成真大负担呢。我，
小姐，你先都卖讲啊，我也无急急讲，你会当欢什么？我只希望讲，我会当陪你，甲大叔减少你真济负担，因为大叔是我上个敬重的人，你是我真爱的人。感情的代志，等他以后慢慢再讲啊。李公主，多谢你，我一定是我家己太过自私，所想的敢那为着我家己。我，说真的，人吼，难免拢会自私的，你何必自私家己呢？哎，心在得应该自情，不求修化，不求仙。但求一点用其水，点在人间并可怜。秀恩，大叔啊，哦，啊，恁安昨暗大姐安尼开工归暗，啊，今安尼开工有一个什么弯钩无？啊，有结果无？秀恩，哎呦，缘就是缘啊！听我小姐点一句话，哈、哦。即个话，一切代志拢算是天数的安排啊！有得必有失，嗯，哈，唔当为了即个哦，小可啊，这代志也家己来咧自找烦恼啊！秀恩，嗯，哎呀，好，在我小姐店要离开以前啊，我是希望讲安尼，恁这段姻缘呢，会当给我小姐店来给恁促成一下，吼、嗯，啊，秀恩，嗯。哈哈哈！酒啉到巴肚内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这杯酒啊，来表示讲啉恁的喜酒，来敬恁一下哈！哎，对对对，敬恁饮嘞吼，好挂落啊啦！哈哈，对啦对啦对啦。西公，西公，咱那唔等恁两个处理了，咱再来走啊！嗯嗯。刚刚定咧想咧处理处理，你就是安尼啊，即个拢收袂起，都头壳定啊尖尖啦，哎呀，哈，哎。好啊啦，计划免讲啦，大家紧认认行，紧来去啦。嗯嗯，哎呦啊，大仙婆啊，哈，伊当时要去倒位啦，哈，你安尼急一个急啥货啊？嗯，大师傅啊，明年吼，唔知要怎样来感谢你。大哥好。唔，卖不再讲这感谢代志吼，即马一切代志就拢算讲圆满啦吼。啊，只要恁若会当个，大家平平安安，我就足满足个啦哈。修缘，什么要叫人，搁咧叫修缘，都爱改嘴，爱叫师傅。你即马来搁叫修缘，那么隔壁遐等下就甲你呛。师傅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安尼来，大师啦。哎，大孙啊！喂，当然好，来去啦，来去来去。好，咱大家过时啦，哈，过时哦。来大恁大家唔免去送啊啦吼，后悔有期啦嘿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叔啊，祝恁大家吼一路平安，一定平安的啦。哎，师傅，阿当先播啊，阿当要行去倒去啦。哎，对阮行去就得啦，是讲，用杯仔滴啦，用杯仔滴啦，用杯啦，杯就去杯，来来。拜你拢用杯，我来做土家龙，只要恁个杯，我唔着我落甲四根。太好啦，厉害啦，苗条，上个你变红姑姑，我唔知哦。太好啦，爱考个爱得咯。对嘛。来。哎呦，你是真哩不了好，你都怪我啊！敢无你？啊，当然，你够爱学啦，爱学啦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搞钱弄啊！要不当你是要搞我带去倒位啦？啊，唔免问啦。
你著跟阮行就无唔对啦。对对对啦，啊，紧来去啦，要若无哦，时间都袂赴咯。啊？袂赴是啥袂赴啊？为什么袂赴啊？是安怎咧袂赴啊？哎呦！你都唔免问遐尼济嘛，问遐得要创啥货啦？你著教阮两个老翁公婆行就无唔对，阮绝对袂去害恁啦。是啊。啊不，你若唔讲清楚，我唔去咯。我嘛唔去，我嘛唔去咯。这要安怎？问题恁若无讲哦，好势啊！我要在遮困，我不要去咯。我到底来啦？不用的啦。我来困。不用的啦。哎，别困哦，大家坐下来困。我嘛别困。哎呀，别去死嘞！哎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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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即马就是要带你去灵隐寺啦！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就是要带你去灵隐寺啦！大师傅，代志唔好啊！公亮，外面发生什么代志？大师傅，唔好啊！大碧楼失火啊！啊！大碧楼失火，啊！你有赶紧派人去救火？已经有派人去救。敢讲这是我林文氏的劫数？嘿，进来看麦。你免去甲我骗啊！你要创啥，我也煞唔知。哎，哇！讲啥话吼？我都袂瘾等。嫂啊，伊是想要创啥话啦？再讲啊，伊是要创啥话？哎呦，阿嫂唔知，你骗我当只剃刀。剃刀？哎呦，再讲啊，这下你不利哦。今麦你是大发修行啦，啊，你若不准看一个介意的查某囡仔，哈，随时要犯就要全部拢也会使哦。你阿咩头若剃落去啊，大家看到一个介意的查某囡仔。有你个光头，搁你留个头当长长，迄查某囡仔早就飞去啊！好啊，什么点子啊？哎，秀贤啊，你听我讲啊，好不？我甲你讲，免讲啊！我无愿听啦。这，老公啊，即摆问题大条啦，我嫂无爱剃头，嘛无爱做卫生，你何必搁勉强伊咧？好，无你个代志啦。鸡啊，汤滚鸡啊，你较点地啦，无你个代志啦，汤我内忙死死啦地。秀贤啊，老爷啊，但是是要哪讲啦？好啦，我讲啊。干啥物啦？秀贤啊，你一定爱倒什么灵魂食啦？也若无食，啊无食是安怎食？无食，哎呦，无食灵魂食就会变无去啊！啊，你骗咱三个囡仔啊？那灵魂石当然不是讲地动起来，天崩落来，灵魂石会无去？你对咩？无代无志也无去，要地动过去。哎呦，老伯，看会啦，放会就老放飞。秀贤啊，你若无倒去灵魂石哦，灵魂石叫做水淹起去，火烧起哦。讲哪讲，讲到有嘴，讲到无耳哦。哎，我后那是袂瘾转去啦，啊，袂瘾。你经济快小气，拢袂瘾转去哦。对啦，老高仔啊，那你讲这是成什么理由啦？三岁囡仔嘛无要相信你。对啊，连我囡仔嘛唔相信啊。对啊，啊，阮师傅唔信，我嘛无爱信啊。你干咩较掂的啦？你掂？哎呀，你讲啥拢无咧信啦？哎，三啊！哈，有。三叔啦！哎，来，咱卖听，咱来去。买对。买几对？哎呀，咱着透早，咱着甲行西；暗时啊，咱着甲往东。人生着可比彩花香。哦，再讲啊，这句话我飞到了。中秋思量详细看，遍地南柯一梦中。哈哈，来讲快些，这句我听无。这听无准拄好。来，咱拉去，快点，来老爷啊，这是变安怎啦？我们哪会知啦？老爷啊，
讲讲的啦。嘿、欸，无喏，不应该讲的了。这是天机啊。天龙尊者讲啊，那是叫修缘知影哦。好啊，咱就开始修缘啊了。哎呦，那这摆是要安怎就好啦，老的啊。好啦，卖着急啦，咱开始哦，追来去看卖咧，再我讲啦，行啦。好啦，进来。老娘。你是罗汉娘，罗汉娘，真是罗汉娘。是啊，我前几天嘛，今嘛去看到阿婆啊，叫罗汉娘。天啊，俺这是罗汉娘的存在。根本这村民，这是得罪着罗汉娘。村长啊，啊，这村民嘛无尽人去把迄生意拆去了。你无感觉在人心关节这事情，我好，我就把你拆个生意，门家明白个。无唔对。这全部都是村民去得罪着罗汉爷，所以罗汉爷才降灾祸给村民。但不过好佳哉，好佳哉我有天赐的神丹，那是无假。所有的村民早就死了了。是你啊，你都可怜那村民啦、啊！伊大家拢有钱开那无钱啊，即摆已经拢无钱，你通我甲你买灵丹啊啦？那呢，我就无法度。无、哎，是你、啊、流波，假流波嘞啦！那无认领，这一切拢免讲。哎，不咯，是你啊！你敢是要甲我讲个？除了你的灵丹以外，其他还佫有别款办法，敢毋是？无唔对，还佫有别款办法。除非你会当找到罗汉爷出来，将天火来给烧，那安尼就当解消灾祸。假死人？当然是假死人。也唔过，你若找无到罗汉爷者，这一切都没了。兄弟，我找到了。哎呀，刚才是那破病的嘛不好啊，不见了。哎，老弟啊，那，